其實而家我就做緊第二隻歌嚟，經過隻歌，因為我未改名啦，可能繼續夾講，可能要玩嘢，或者可能要嗨爆咗。咁啊，呢隻音樂啊，用咗一個鐘頭，係咪一個鐘頭？其實我哋又想做多啲實驗俾你哋青少年聽，你哋能夠多啲去試咧，即係其實好多嘢係，你好似呢啲咁用呢啲電腦程式去做咧，咁好多好得意嘅作品，我哋都好希望你哋盡去容易去接觸音樂創造。即係音樂創造嚟講咧，如果你攞得多，即係呢個經驗係嘛？你哋呢一代去音樂世界嗰個感覺同我哋呢一代可能係唔同，所以我做翻一隻比較你哋時代咁啱你哋試下後生仔聽嘅音樂，睇下大家點樣去即係好快脆一日兩日，咁我哋點樣做一隻歌出嚟？九啲需要大量嘅歌，你哋俾心機幫手做啲幫手做多啲嚇，做多啲九啲嘅混音，我哋個。那個音樂嗰個聽嗰、那個一個聽嘅方法同埋一個享受嘅唔同咗。其實呢一隻歌咧嘅音樂咧，其實我哋係想試下表達咧一個細路仔，佢玩眼前玩玩具，咁佢會有好多種唔同嘅玩具咧，等於佢一個天真嘅心，佢係會好開心，周圍去揾唔同嘅玩具嗰種感覺。一時就攞下呢樣擺低，咁點解會有唔同嘅樂器？就係佢接觸緊唔同嘅感覺啦。咁呢個音樂其中一種表達方法啊！呢只就係我哋點解要咁樣去做？咁啊，慢慢細心欣賞。